节目了，跟您说，今天拿这节目是非常非常拿手的，从来不拿这卷，太逗乐了，节目我都不报了，鼓掌吧。身体啊不太好，老狼了，身体干嘛呀？身体啊，身体啊，讨厌，这个不太好。朝内南小间151号，那是王自健故居。是多少周年了？这是故居，王自健爷爷的故居。哎，什么清楚？原来就住在那儿，那是我爷爷的鞋铺。哇，前面后场两层楼。哎呦，完了呢，那哪儿，东直门外的，现在公交总站枢纽那儿，原来是我们家离四合院。哇，后来蒋经进城的时候呢，我们就给捐了。解放军国家号召啊！哎，你敢不响应？哎，你不是，因为我爷爷是老地下党。是吗？老地下党。哎，缝鞋的。哎，原来父亲有一身份做掩护啊。哇，老地下党啊。你知道傅作义他叛变不叛变啊？对吧？万一对叛变，他起义不起义？他万一顽抗到底，我爷爷得有一个掩护自己营生啊。哎呦，对对，做鞋做的好极了，是吧？后来宣武鞋厂的那个名誉厂长，哇，我爷爷王公安，你听咱这名字，王公安，恭敬的恭，安全的安。哎，王公安老先生，哎，这个反正现在公安口我们也是比较熟。这个什么呢？这东城了，原来住南小街那儿，这一片原老来玩嘞。对，南京仓，对，南京仓胡同里头老跑南小街那儿，早就到了。是那会儿是什么吃东西啊？要买个什么，往南京仓走，有一方方酒店。哎，对，有这边东城比较熟。完了，你上学呢，那会儿就是史家胡同小学，哇，北京二中。就这好学校吧。哎，我准是上过吗？我准没上过。说的干嘛？完了呢，再奔那么走，一般就头疼脑热发烧了，完了同仁医院是吧？哎，同仁医院，再往南一点是那个银街大农村那儿，哎，买吃的，再往南玩去，东南公园。
咱就不说好啊。那会儿还没有那个呢，小孩玩去也看着也有意思，是吧？回东城心里特别高兴，哎，这么些年净给西城做 GDP 贡献，哎，是吧？也帮我们东城贡献贡献，好啊，哎，东城那么大，对，过去宣武，宣武不是崇文，崇文也是归我们东城了，对，哎，这特别好，您还点奶，哎。话糙理不糙，就是这意思。反正心里特别高兴，对，又能演出了，又看大伙儿，是心里特别好。哎，哎呦，真是说句那大俗话，嗯，吓死你们了！越来越熟了啊。这林总先生都来了嘛，哎，对吧？哎，有什么的，嗯，这个呢，咱们说实在的，对这儿有感情，对，包括你说广明哥就没有感情吗？嗯，没有感情。头俩礼拜都断在这儿了。没有啊，你看今天首先进来，我们先解决大家喝水难的问题。啊，这个进来一人送瓶水，嗯，就这一回啊。通知你们一下，通知你们一下，这个场地会自带水进来的。哦，这天上地的变化是吧？啊，你看我们东城去的天是相当的天，是吧？咱说这意思，嗯，哎，你们不受压迫了，一瓶红茶凭什么卖八块，嗯，啊？凭什么卖八块？过期了，过期了，陈年的，是，没听说红茶有陈年的，咱就说吧，嗯，多人说看王子在相声闹肚子，都是说他那儿破坏。你看是，实话实说，嗯，咱们呀也是俩礼拜没演出了，俩礼拜挺忙，嗯，因为一直病着，嗯，这个身体也不好，是在北京台又录像，我皈依主流的样子，什么叫皈依啊？说明什么叫皈依啊？哎，然后上海台录像，嗯，洞房卫视。拍个什么片儿啊？那洞房给我们弄一个那洞房卫视，我们那节目叫脱口秀，想歪了吧？脱口秀想，哎，找了一个也挺好，嗯，水平很高，有这么夸的吗？就对比着看吧，咱不说绝对水平高，嗯，但就平台来讲，比他之前的类似节目，还是要高不少。你要转谁了呀？还是要高不少。哎呦，反正一来二去的吧，嗯，很高兴。是，然后这个录完上回来，嗯，说电视都是浮夸，嗯，上电视说也说不痛快，嗯，是吧？还是给你们演最舒服。哎，这倒是。哎，这个又能给大伙儿说相声的，心里挺高兴的。嗯，虽然说没有上电视挣得多，但是呢，要出价呀，当提篮啊。哎张局长，这个确实是挺高兴，这样来演这个。哎，对，京孩子跟北京孩子一块玩，嗯，是吧？这个包括咱们在广明哥最后一场，嗯，你说两周之前说那个京都球侠，嗯，好，哎，这特别好，哎，是是是，后来呢，见到了所有不可乐的地儿啊，哎，都是他闯祸，都是他的。都是他创作的，嗯，尤其那天我们不是去北京队了吗？嗯，去什么了，嗯，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所有骂街的都是王自健即兴发挥，现在那儿表忠心，后来人就不理他了吗？然后那北京队特别好，嗯，然后那个陈磊队长，嗯，那个什么朱熹，哎，然后川老师一看见我，哎呦，王先生，那这也不错，这都什么队员呢？包括马布里都。别把你忽悠了。对对对，那作为一个黑人嘛，他觉得这个就特别可乐。别说人家，特别可乐。嗯，完了这个不错。这个要说不爱北京，嗯，不爱北京篮球，嗯，也写出来。那肯定。后来也有咱们这个国安队的球迷，嗯，包括有这个国安队球迷组织的这个领导，哇啊，这个也找我们，什么时候来一个足球版的呀？来吧。哎呀，可能是不好办吧。怎么？总冠军怎么才显然了？今年能差一点啊，来年再努力吧。你说我塌了头去了。哎，因为我们也是文明相声嘛，对吧？您哪儿看过？我们一段相声解决了缠绕北京球迷多年的惊骂问题。王志文。
下来你女的都干嘛怎么回事音乐节上都有啊这跨界不容易的是反正谢谢大家哎怎么说呢就是有这么一个乐意为大家演出的心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嗯比较有身份的一个人跟他们不一样哎咱们从小比他们要高一些演一些您先咱们行说这么热闹什么意思咱们还不是一行呢没瞧出来吗这我哪瞧的呀什么意思啊看不出我来看不出来你做几个动作啊看动作你来拆一拆你盖试一下啊哎你看咱们这个嗯这像干什么的这像干什么哎就咱这做法来加藤鹰我刚才好像说出来了什么您那刚喝多有女观众笑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了都看着男优嘛也有这么说的什么叫也有我的笑话咱们明伶啊明伶艺人是吧咱们是唱京京哪个京你字边京啊你点儿北京的京北京的京别瞎说啊京什么呀戏啊您这是说京戏不就完了吧您这做派咱们这你看这做派加上咱们这白头啊来个一个亲生不如的人啊我喊这角儿你行别喝了你就唱戏的不就完了吗哎京剧哇表演艺术家这知道吗这就表演艺术家那我们这行都有外号啊对对对唱的好都有外号那倒是啊盖叫天哎这好名字有没有有啊麒麟童那这个好听的啊有没有白牡丹白牡丹白牡丹向小云先生是不是对白牡丹嗯及时雨花和尚山东京剧团就行了山东京剧团的是吧最混的一个名吧啊这是行者嗯也行了什么行者改水浒了这怎么着艺名都有这个是啊都有这个那您有艺名咱当然有了那您怎么称呼咱们叫赛叔宝赛叔宝赛叔宝意思好当然唱秦琼唱的好哦那您唱的秦琼特别拿手过去艺人就这样嗯有没有人看过那部电影黄磊跟那个刘若英演的叫夜奔啊对对有这电影你看了吗里头有一个唱这个他的昆曲的一个武生叫林冲、啊哎、因为他唱林冲唱得好他就叫林冲哦我们这行就是我唱秦叔宝秦琼唱得好是吧我就叫赛秦琼霍家赛秦琼说的就是我哎呦我到哪儿的秦琼我特别喜欢这人物性格啊这倒是但有人说他虚伪哎对有人说他懦弱嗯有人说他什么这傲慢没明白我觉得不是应该不是那好脚跨黄河两岸哎剪打山东啊有九州六府108县有能耐了得嘛是能耐大呀哎秦琼我认为秦琼就这样好对当然好多人说后来降唐是他挑的头对有这么说的但是我认为这说的不对啊降唐有什么不好的哎找个组织有什么不对的哎没错对不对哎咱我也刚帮助了去学这个好有个组织啊哎有个组织你温暖一点啊哎对交点钱吧但是没关系的谁温暖谁呀、啊、举个会员你交会费啊哎对对一样的呀、嗯、对不对哎我赛秦琼何其到后来我喜欢秦琼入迷了哎呦喜欢到一种到哪儿去啊、嗯、秦琼这俩字我就特别我认为这字儿好好甭管谁家生孩子啊都起名儿哎那就叫秦琼人家姓赵废话我磨着嘛姓赵我叫秦琼的叫赵琼赵琼英英赵琼不好听哎就是穷人记住这字哎就是叫叔宝行不行哎这行叫叔宝行了吧哎这名字贵气啊怎么贵气呢皇帝名啊这是隋唐里头啊是隋朝夺的谁的天下陈后主啊后陈的天下对呀、啊、陈后主叫
陈叔宝啊。哦，陈叔宝，对不对？对对对。那个宋太祖，嗯，赵匡胤，哎，夺了谁天下？李后主啊。李后主啊，是是是。李后主叫什么？李煜，李叔宝啊。哦，李叔宝，这个皇帝名啊，都是亡国之君。哎，贵气就完了，贵气。甭管谁，这孩子起名叫叔宝错不了。哎，对，叫叔宝错不了。八字是八字是八字是八，嘿，打着板给人念的这是。哎，是啊，谁？你们家姓陈叔宝。陈叔宝，陈叔宝，姓王，王叔宝啊，王，哎，姓什么？那天让人打出来了，怎么呢？你家姓户，打死你都不服，张李啊，他们俩啊，这能搁一块儿吗？这个一边抽我一边骂，哎呀，还吸血鬼呢，哎呀，行了。说这意思吧，太难听了。喜欢这个，喜欢。咱们不是说吹啊，吹啊，是从小就是小戏，是吧？咱们那叫什么呀？叫什么？我磕过，不懂啊？什么不懂？不是，咱们磕过，是吧？你脑袋上那叫疤是？脑袋是那叫磕的吗？我磕边儿，磕边儿，磕边儿。那咱拉拉手吧。您也磕边儿，我撞皮儿。俩破茶壶，那是什么叫磕边儿啊？这个磕边不懂的吗？不懂。就是过去啊，就是老早年了啊，过去民国会儿有啊，民国会儿那个晚清那会儿，哎呦，这么早有那个，嗯，那个，反正咱还去，哎呀，那喝点，这什么动静啊？这你们给描述清楚点，什么？就是有一院子吗？有一院院子啊，到处逮那小孩儿，小孩儿孤儿什么的，关里头，嗯，孤儿院，孤儿院干嘛呀？孤儿所，跟里头学啊。小那个卧腰啊，哎呀，卧腰喂腿，哎对，哎，搁哪儿搁哪儿，咦啊，掉嫂子，掉孩子有嫂子吗？我看不是掉嗓子，掉就依着你啊，是是是，哎，磕边，别明白，磕班儿呢，叫磕班儿。哦，对，从小学戏的地儿是吧？叫科班，前清民国叫科班。哎呦，这可了！解放以后叫蓝天幼儿园，知道吧？又没听说，都是一码事。明白没懂？不用说，您就科班出身，科班出身，专业的是吧？当然了。那你哪个科班的呀？啊，打住了呢。对呀，不是，这地儿淫笑什么呀？这个，哎呀，你科班嘛，你对呀。你是对呀，啊，怎么不是交朋友啊？是不是？这交朋友什么吃啊？这个就那哪儿，我跟你说那哪儿，那个，哎呀，哎呦，年头长，我给你帮忙。这那个前门，前门，前门，前门大了哪儿啊？前门外啊，前门外，前门外。过去科班都分南城啊，对，前门外，哎，前门外，哎，前门外，那叫什么城来着？什么？喜剧城啊！不是你等会儿，什么叫喜剧城啊？这个什么叫干什么来着？喜连城。对对，哎，知道我，我知道你什么呀？我喜连城的。哎呦，我这了不起啊！我是喜连城的，费毛的吧？你这是？我是喜连城的。哎呦，我后来叫富连城啊。对呀，后来叫富连城啊。七科呀，没错，太对，七科学员呀。是是是，喜。连元月，人家手里写着什么呢？这是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不是您那看什么？这还用背？没有，七科学员，不用。喜连富盛世元月，没有。到底干嘛呢？指东打西的，怎么意思？这是没有。您就是这七科里边的？我不是啊，不是您不是，您说的这个？多有意思啊！什么喜儿不歪，乐不来呀？这不是喜原理吗？您不说喜连富盛世，而且他没。我还是写手里边原因，我一说完了都认为我是这里的啊。实际上我说我不是，可乐了，当时幽默一点不算俗。这是什么？都看着高幽默，这为上电视存包袱啊！你这啊，存什么包袱？您到底哪不是这七哥？您不是废话，这七哥年纪最小的，现在也这么走道，知道吧？别学了，哎呀，我赶得上吗？我啊，是，后来还有三哥啊，对对对，这七哥是旧社会挨着解放前。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及滚党史时期的契合，黑暗的契合，我们是后三个，光明的三个。
哎，光擦什么手啊你？我们叫庆生亭，对，这是后三波。后三波，这是建立一庆城，哎，我们庆祝太平盛世的意思。霍家吗？庆生亭，吉利啊。那这三科中哪一科呀、啊？我最后一科。哦，平字科是吧？平字科是吧？哎，你叫什么呀？叫平胸。平胸。多么让人惊叹的一个艺名啊！我们是唱戏，不是不是技师，知道吧？废话，技师叫平胸吗？你得说的是什么含义？这还有含义？当然了，不是发育不良呗。有内涵的，有内涵的，当然。怎么意思？老师就说我呀，啊，唱这个什么戏呀？啊啊啊！唱戏时候我这个腔儿，嗯。四平八稳，这么稳当平，好、哦、这个平。说不管说唱哪出戏之前，哎，哎呀，我这真恶心，哎呀，胸有成竹，胸有成癌吧，我看看，你说这怎平胸，哦，这么稳，这不是还是那俩字儿吗？要说中国话就这样，中国文字博大精深，在哪儿看出博大精深？经常有这个歧义，哎，对，这你翻译成英文就不误会了啊。还有英文是吧 ？A cup， 就是平胸，跟我猜的完全一样。咱就别扯着说，您这一瓶十不怎么样，说这意思吧？哎呦喂，哎，那我也平字科的呀。哎呦，就平字唱的太好了，是吧？会的多呀。哎呦呵，那您平时都唱哪科啊？唱哪功？什么唱美工啊？吃啊啊！对，这看不出来吗？这看这哪看不出来？吃公的呀？这还有什么可？这谁问您性别了？这个您唱美工呢？您唱什么行里？哪一前清宫的？您这上不活着？您哪个行当？唱解放了就不当了，当铺说里还当？不是您唱的这不是有吗？这生旦净末丑，您唱这你早说呀？你直接问我是唱哪一歌，这不就完了吗？我怎么记得我问了呀？声都不懂，你非得问我唱哪歌了，我听得懂吗？你直接问我唱哪歌呢？您到底哪一歌的脑子？棒槌呀、啊，这位怎么就棒槌了？这个都来呀、啊，都有啊。生旦净末丑，嚯，神仙老虎狗，嗯，拉大木扫后台，给师傅捏脚，我能来。这主要是后边几样嘛、啊，还是技师？你这怎么还行？别技师了，什么意思？就是您是全才是吗？这我们叫细包包。哎呦呵，说的是我，不出来不挡，什么都会。哎呦，这个哎，那您主攻的是哪一个？最好的啊，对呀、啊，老生。哎呦呵，这个拿了，见功夫。这个我们行话啊，啊，叫虚声。哎，这都知道虚声。你们业余，你们外行，控们叫老生。啊，咱、哦哦、我们还控。哎，我们叫虚声啊。啊对对，虚声。我这最好知道有四大虚声吗？都知道啊。马谈杨希。哎，四大。哎，其实四大虚声不止这四位。还有吗？这是后来那四位。嗯。原来还有两谈。嗯。哎，谭富英、谭元寿。哎，这是。哎，还有严居鹏，加起来一共七个人。马连良是老四、新四都有。他对对对，哎，这么一共七个人，四大虚声了不起，我比他们都好啊，比他们都得好。您比那几位虚声都好，必须的。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是是是，对不对？你来打虎上山，他们谁会？多新鲜！完了吧？沙家浜会吗？会吗？没有。完了吧？我会呀、啊哎，对不对？真是会的比他们多。哎呀，知道吧？给你举这么例子吧。哎，你说牛顿。那了不起、啊、就算是非得科学界的了不起的人物了，出英文了，这祖师爷了吧？这个物理大师。哎，你说他会的多，是爱因斯坦会的多？这有什么可比性啊？这个当然啊，差年头了。对呀、啊，研究东西那会儿太初级了，哦、也是四大虚声他们那会儿京剧那才这么点儿、哦。我到我这儿这么大了，过奖。我就是京剧界爱因斯坦。哎呦，我您研究这么大能耐，哎，你对了，哎呀，那是吧？是、嗯、我这个。这现在已经中国第一虚声了，就这么说吧。中国第一虚声，哎，我到哪儿演出啊？啊，都是虚声。就这动静、哎，您一个正好都要不下来是吧？您这净弄倒彩去了。这后来不是改说相声了吗？人家看这声，相声里头算正好吗？这不学好了、啊，这不是？您看哪个虚声啊？这就大虚声，就我。破家伙！哎。
我真是虚，你看。哎呀，而且那叫上就好啊！而且这身体还盯得住吗？这中国第一虚啊，没得说呀、啊！上大学问的医院的。行，这样很不好。哎呦，行了行了，全在我这儿。您这个身体现在还行吗？没问题啊，真没问题是吧？左腿的，你瞧，这胳膊腿，这来，行行行行，来了来了，别见过了，这打一背劳我也不累。我告诉你，我这一拳就给你传染了。我这是，怎么这么没事儿啊？行行行，合一下打我，你这损。啊，不是不是，改变人，行，你这样，来来来，收拾收拾，来来来，别看，全套，不是收拾吗？不是不是，您没明白我的意思啊。这个，如果您身体允许的啊，您不是这个中国第一虚吗？是吧？哎，我呢也很小，就喜欢京剧，看能不能咱俩今天咱们在台上合作一出。是好，干嘛有痰呢？是怎么着？碰碰什么呢？这是。你说什么呢？合着我白念叨是吗？不是，我说今天放着您三十有幸，咱们一块儿合作游戏怎么样？谁呀？我呀。哪儿？这儿呢。谁呀？我呢。哪儿？这儿。谁呀？您破腹如鸡呀，知道吗？就会这两句了，还鸡呢？你这这这，你来了倒这两句干什么呀？没事儿，不是，我就那意思。我是什么哪儿啊？是谁呀？我就跟你上，你是谁呀？不是，你就是大脸说相声的我。我跟你哈这合脱吗？那个我知道你合脱，我这艺术成就能跟您比吗？那当然了，这不是这意思人吗？今天咱们第一次在这儿演出，请大家主要欣赏您的这个京剧表演艺术。我就是一挎刀的。哦，你复明老人来了。欣赏我呀！哎，越说越来劲了。那倒是可以。哎，行行行，咱别这味儿行不行？不是，咱一块儿唱成都戏，你看怎么样？可以啊。好吧，行，我欣赏您，行吧？行行行，来来来，您挑个戏，来。什么？啊，不是您挑个戏啊？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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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请您挑个戏。我说什么呢，宝贝儿？且挑。怎么也挑啊？我挑戏啊？我能挑戏吗？不行啊。我会多少出戏啊？那俄国学的是吧？还打呼噜啊！我会多少出戏啊？我会多少出戏啊？我会五出。你不是这您吹个什么大劲呢？这个五出您这是谦虚着说，哇，是是五出整本戏，哇，拆着现在得说一百多出。哎呦，这么了不起啊！对不对？我会那么些，我拉出一个来，犄角旮旯你不知道，到后台想奔痰盂里扎着自扎，哎，给你定做大痰盂。来了，不是你大小是条性命啊！是是是，我明白了，您这布帘宽敞是吧？你挑，哎，您让我来是吧？挑就完。行行行，那咱们这么着，咱们来出这个黄鹤楼怎么样？黄鹤楼，带水战，还带水饭，三气周瑜，三条咸鱼，刘备过江，老兵两张，张飞闯帐，小孙练将，您平壤京剧版来的吧？您见过吃的没有？凑合食呢，你阿里堂我也会了。行行行行，不是阿里堂意思，没戏呀、啊，黄鹤楼这出戏呀、啊，黄鹤楼，黄鹤楼啊，十六那个，十六买烟卷了又，这是哪个黄鹤楼啊？戏不是哪烟？故人西辞黄鹤楼吗？不是，我青州已过万重山，不是这三国的戏呀、啊，三国戏黄鹤楼，你早说三国呀，别早说。哎，这老又换了。他说三国不是完了吗？哎呦，当然三国要说最老的啊，那个版本是南梦宫的。南梦宫，对吧？后来光荣就三国志，十块钱，台湾就十块三面一，后来还有叫三国志堂了，后来还有那无双。你这么大岁数，你还玩电游呢？这是没说那个戏，三国，三国演义，三国中的一排的那个三国杀。不是，不是，张桃不是，全不明白，精气呀！别不怕我爸，恭喜您！行行行行行，什么有声杂志的？直接那出戏，黄鹤楼，别放盘，别放盘啊！就是那出戏，黄鹤楼，黄鹤楼，对呀、啊，新的扩展包，咱能不能让这戏？
下一会儿现什么就是什么，离不开这游戏了呀。您不是京剧表演艺术家，这您有啊？动静黄楼能不会吗？哎，对对对，黄楼，哎，对，行行吧，分分吧，分分分分分分角色。行行，您挑一角色好吧，您挑个角色，我来黄鹤。我来这楼啊，这怎么的？你楼了吗？对呀、啊，谁又楼来了？谁挑人物角色呀？人物角色，对呀、啊，对、哎。啊，又冷笑。挑人物，对呀、啊，挑人物，你挑个角儿，三个里头挑一个，对吧？三个里头挑一个，吕蒙吧，我来吕蒙，我下呗。都闹回来了，我这不是挑人物吗？这戏剧里的人物啊，不是啊，不是牌呀、啊，谁说牌呀、啊？不是牌，挑人物就是他一堆人转是吧？转，挑一个，挑一个。叫关羽戴白帽子是吧？张飞去洪州街找云啊！李云龙一招来，行行行，能理解理解啊？您能不包夜吗？我这啊，这马八套味儿的，蹦迪让宝爷。说戏呢，黄鹤楼得读戏呀、啊。是啊，挑人嘛。对呀、啊，挑人。那我用四件事例行不行？四件事例。对对对，四件事例，我们纯做一个事例，好吗？做什么事例？不是，就这样吧，反正你挑吧。我先挑，你挑吧。对，我先选，我先选。我会不是？啊，我会，我都会。哦。这是生旦净末丑，人老口。也我都盯着这出下了，不是我都会。是啊，你看看上我去了。你不是都会，你挑你能来的，你先来。啊、哦，是您这让剩下的给我，不是就完了吗？行行行，我明白了。哎、那我们试试。那我来刘备。刘备啊，刘备的人物比较凄惨，凄惨是一个悲剧式的人物。悲剧似的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嗯，刘备呢，他也是高干子弟，对，他晋王之后啊，是吧？啊，高干子弟，对，后来呢，刚开始也跟那个长安那儿打董卓嘛，对对对，哎，是十三路诸侯打董卓，十八路吧，对，十几路都行，哎，你看是第几代了吧？看这怎么还是电影？然后就跟那儿打董卓啊，对，打完董卓那，后来大伙一看，咱把地方分了吧，分了吧，啊，刘备。你别在中间这儿待着了啊！你去四川，知道吧？刘备入蜀吗？是，我知道。您说都对，咱不往下说了。不爱吃喝玩乐，别提这儿子了。不爱吃喝玩乐，对吧？没有。他媳妇儿跟他们家一随从。咦，不说这个，家里背过人。就当兵入伍，把赵云过去，啪就给他捅了，哎，我头顶自尽了，哎，对对对，对不对？是刘备悲剧人物嘛，哎，是后来到了巴蜀以后，行了，王翦干了一把，别念叨这个了，六出祁山嘛，有，这都有擦汗的，别念叨这个，三国的吗？您甭描述，那么讨厌，就三国吧。刘备，您说的都对，真是啊！来，您讨厌刘备嘛？哎，刘备，哎，我来刘备，我怎么办？怎么办呢？你来刘备，对，刘皇叔，我就来这个。哎，刘皇叔，哎，对啊，刘皇叔啊，会啊，都知道吗？好，你有没有盘吗？你什么盘呢？你刘皇叔干什么呀？本身就是刘皇叔啊！哎呀，你老这盘状多，哪个皇叔啊？我这刘皇叔啊，哎，皇叔，皇叔啊，皇上的皇什么呀？皇上的叔，皇上的叔，哎，皇上的叔叔，对呀、啊，汉皇叔，怎么又还得皇叔了？这个。什么？不是叫皇叔？是皇上叔？玄德？哎，对，刘玄德。玄德不是过去了吗？跟我绕了去了。玄德是吧？那我来刘玄德啊，刘皇叔。我怎么办？您啊，那您又来了，诸葛亮。嘿，我来诸葛亮。对呀，姓朱，
名葛亮。什么倒霉名字？朱老先生，你先说，穷不怕？你是什么穷不怕？朱少文那是两码事儿，四少文吗？您就是一说唱，我看啊，姓名葛亮，四少文。行行行，没听说，父姓诸葛，单字名呢？父名父，他父姓诸葛。哎，对对，就是他爸爸姓诸葛。他爸爸姓不姓朱？废话，姓不姓？姓啊，但他就姓朱。你这有抬杠吗？这个包饭，包饭，包饭，还不能学学你吗？学我干？你爸爸姓王？你先走，说啥呢？啊，这么好的节目你还找便宜？你说你这像话不像话？这第一场不是哪里坏？我没占着这便宜。我也忍了。哎，行行行吧，你病都快好了。哎，行行行。叫一声，我全好了。您就您来诸葛亮，诸葛亮。哎，对对对，哎，然后我再赶着张飞。嗯，我再赶着张飞啊。哦，我来咖啡。咖啡干什么？咖啡啊，你张飞，我咖啡。啊，这不待过那事儿啊。这张飞我得赶啊。张飞。对呀，这场戏好几个人物呢。张飞就是反贼吧？你明白吗？张飞就是反贼吧？谁呢？怎么又围着三国杀了？带喷子。还自带喷子。什么口风呢？喷子，不是戏剧人，这不戏剧人。这张飞，哎，我前面刘备，后赶张飞，哎，您呢？再来个鲁肃。我什么？来个鲁肃。我怎么了？我鲁太素的不是。我来那肉丁的、肉末的、肉片儿。对，您这怎么打鲁了是吧？这不是，没名鲁肃，鲁大夫，鲁大夫，鲁大夫，是山东的医生。何德白癜风医院？你这人啊，没法跟他说话，你这是全山东鲁大夫吗？不是，鲁肃鲁子敬啊。你早说子敬吧，子敬他不是什么？你来高中啊，我冉冉的，是这不是？这借风借箭，有这么赖吗？山东借箭开始上，爱借箭，不爱借箭什么事？那怎么办呢？就刘备和张飞，张飞闯帐结束完了。就差这一个，就刘备过江，哎，对，张飞闯上就完了，对对对，行行行，可以吗？可以可以，那咱再把桌子往后带去，哎，单桌子什么意思？不要去了呀？哎呦，这是怎么分的这个？哎，这好分，你把搁这，这桌子比广明哥那沉啊！哎，是，这个台子，这个前面啊，这是前台，啊，桌子后边后台，这边上岗门，这边下岗门，哦，这还搬把椅子，好，搬椅子干嘛呀？这得坐呀，那还得坐呢，哦。这事闹的，来，这是影子也比您近，这地方都好。那别擦，别擦，别擦。行行吧，行，这我得化个妆。哦，还化个妆是吧？诸葛亮啊！哎，对对对对，羽扇纶巾，有气派，对不对？对对对，我能弄一纶巾。羽扇纶巾，这是诸葛亮的出场时候一个固定的作品，非常的漂亮啊。因为咱们现场条件比较简单，需要依靠我们演员呢，用这个非常简单的道具把它。我这最炫民族风，你知道吗？这丞相是仇人，这个。这什么舞？这是羽扇纶巾吗？这个没有纶巾呢，就拿这先巾一下吧。哎呦，这多寒碜呀！区分个人物是吧？得了得了得了，好吧，咱们上下边，咱抬头，到抬头。哎，对对对，好嘞，好嘞，是。哎，羽扇纶巾，哎，对对，羽扇就不能全打。哎，是是是，哎，我上哪？哎，你别打架，你打架，打架，哎，都没问题，哎，走。恩头打家伙。您还真天真呐！让您打架，我就喊打架伙呀。应当呢，我小国啊！你早说小国啊！这还那么些家伙，我是打什么呀？这小国吧，讨厌大伙都看笑话。再来啊！恩德小国。我才知道您还是巴西队的球迷啊！这个啊，什么叫小小国啊？这个小小国是巴西的。这这这这这，小国嘛，这苏格牙。哎呀，先生，小国都快退役了，这别谈小国退役啊！管他搭没呀？你早告诉我搭没份完了。这还没告诉小国多少种打法？
呀，那么些种打法，我知道打哪种啊？你叫我搭谁本完了？你这转过去，你都看笑话，快点吧！搭谁啊？搭谁？搭谁？王子，搭谁？我没看，您没看我这一边唱唱，我知透秀，我这意思别打了，靠透秀都。哎，对呀。哎，我立刻错了。你呢？你空仓。这谁空仓呀？再来一回吧。这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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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打了吧？别弄了。阿西。同场上，怎么教上我了？这个同场上，从外出来，你说同场上面吧，这一块出来，我都这外行，你这什么呀？这气了帽都掉。嗯子，来，来，来，给他大大大，哎，你这是烧香了，你这。阿先生，阿先生，好嘛，俩大夫是吧？我叫你先生，你别叫我先生啊！啊哈，太太，你改两口子了，这个啊，夫人，这什么叫夫人啊？小姐，哎，您别叫小姐呀、啊，这个。我怎么就不能叫小姐、啊？您别从这儿叫小姐呀、啊！那我跟哪儿还能叫小姐、啊？出来这个，您得叫主公，叫我主公，主公，对呀、啊，主公什么玩意儿？那什么玩意儿呀、啊？什么玩意儿？这我皇上，谁呀、啊？我是皇上，你是皇上，哎、你是皇上，怎么了？各位瞧，这国家没人了，看见了吗？啊，什么话呢？脸盘子当皇上？你这什么玩意儿？不是，这皇上惨点吧？晚上跟墙上打起来，乾清宫锁门不让进。你这这这。搬到灵台去了。不是你哪儿那么多说的呀？不是我去呀、啊，皇上在叫我呀、啊，主公。这不是真皇上。哎、对，土匪吗？又土匪了这个。这皇上。对，阿先生。啊，皇上。别，怎么叫别叫皇上？主公。非得你不是一样吗？这不行，就得叫主公。非得叫主公。哎，对，这错数不下蛋。行，赶紧的。阿先生。阿公阿侄。阿驸马。娘啊，出了这都是干嘛呢？这不是探母吗？什么四郎探？不是黄鹤楼吗？这是黄鹤楼。哎，是主公，别搬了。主公。哎，这阿先生，阿公，啊，主公。我还是一公的主公啊。是啊。啊，阿先生，啊，主公，啊，此去东吴过江之事，你把姑哎害苦了，你滚。谁害的？不是忠臣知道吗？忠臣会害你，你有本事你就给我杀了，手牌全没了。哎，没关系，忠臣你谁呀？我忠臣你也埋怨我，不，碍我什么事？不是，你等会儿，讨厌，没明白呀？您钱没了，我是什么？我没说你，没说我，你冲着我了？不是，我说诸葛亮呢？找诸葛亮去？我哪儿找的呀？东港坐时空穿梭机一个门。别，不，没啊。公元189年到1215年。问问，咱别穿越啊！我先问你一句，您去的谁呀？我也诸葛亮吗？哎，我。你，
我演诸葛亮。废话嘛，这事儿闹的。我改抽一围了，我这。明白了，就我剧中人。哎，对对对，太明镜剧中人了。哎，是是是是，是我，不是冲你，不是我，行，不是我的，来，再来，再来。哎，来来来来来来，打架吧，打架吧。刚刚那个，嗯，老何先生你不当，操，不该害苦本孤王，操。我说什么？你有词儿啊？有什么词儿？你不会啊？我怎么会不会啊？不不会说呀、啊？这不是说了吗？你到底会不会啊？我当然不会啊！你会你就说呗。对对啊啊！你切切切什么呀？这个什么呀？不，哎，山人送入贡，山人送入贡。你等会儿别忙，等会儿缝上嘴儿啊。东看虎须眉，虎须床。就这儿说吧。你别问了。山人送入贡。哎，分明是送入。还乡啊！山人送之公，听咱这白头。爹，山人送之公，爹，送之公，爹，之公，你这有病啊？是怎么着？送进没完了？你没事儿，我送多少线啊？这是不是不用干，不用分线，我怎么办呢？哎，不用，直接跟人唱就行了。什么？啊，直接由你的唱。该我唱了。对对，我打架了。亮我的嗓。哎，就到您了。打架了。哎，扛当之类的，扛当之类的，扛当之类的，扛。老韩先生你不当，扛当，不该孤苦海光的，扛贪污去。有词儿你唱啊！我说对啊，啊，可说呢？怎么可说？你怎么着吧？不是什么怎么着打架来着？怎么着？挂闪电信吗？你怎么着？你要逼死我！挂什么闪电？有词儿你唱。我可不是词儿吗？对呀，我唱啊！唱吧！我说我不唱吗？是您当唱。您用你催着我吗？那催着。哎，是的啊！去啊！唱吧！我得唱啊！唱吧！那一共是啊四句词儿啊。对，四句词儿啊，这就抄了去了吧？这就啊，四句词儿嘛，四句词儿呗，四句词儿，忘了，你就忘了，不是忘了啊？怎么意思？想不起来了啊？是是是，我再提不提吧？是吧？提不提吧？哎，是是，这主公上马心不爽，什么？主公上马心不爽，这不是老词儿吗？废话嘛，主公上马心不爽。哎，对对对对，我跟您商量着来啊，那商量着来。这二一句呢，啊，跟这头一句。应该是不一样的吧？多新鲜啊！这词儿上有一样的吗？那二一句，山人八卦秀内藏，现背呀，这是。三一句不好吧？三句怎么办？三一句它不够折，怎么不够折？也不符合这个新精神。咱们改一个新北京精神的词儿。别，好不好？我不要了新北京精神词儿。什么？我这你说什么？新北京精神一定要要啊！别说这戏里它不合作的吗？那怎么办？哎，讲真解作中军帐，讲真这哎，看讲两个够。陈老师，哎呀，怎么的？得亏咱们对了对这个词，怎么的？要不然闹大笑话了。闹什么大笑话？这个讲真解作中军帐啊，是四一句，怎么可能是三一句啊？你看陈老师啊，四一句了吗？三一句，四一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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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句。那你说四一句是什么？梗够捉住你们一句都不会。怎么你不告诉我，我就把你那句话播出去？你这别，不带说这个啊！等候涿州已得章，
等候涿州遇到战。哎，对对对，会了吗？过不了了。哎，来吧啊，看我的吧。哎，来来，扛扛子来的，扛扛子来的，扛扛子来的，扛。口头一句，这主公上马，辛苦啊。主公，先忙着哎。就是一口哎呀对不起哎呀主公上马心呀马心不慌山人把花酒在秀美堂哎呀讲给你我不敢呀从军报上州一得仗，哎，八仗得着了。该北京金山上了，这个。我这是什么词儿？您咱们金山有什么不好？我说不是，咱不是唱戏皮黄的调啊？皮黄啊？皮黄啊？皮黄什么？味一味儿都忘了。主公上马心不慌，唱你唱。主公打家伙，扛扛去。我打你打呀？你打呀？不是咱俩，你告诉我干嘛呀？你打，你告诉我干嘛？打呀，打呀，打呀！你打不打？早晚死才是我告诉你。打，快点！扛扛子来的，扛扛子来的，扛扛子来的，扛！主公上马心不慌啊！又开始讲。谁人把我修罗围堂？啊！整阵坐之中军长啊，等候着这一得仗。你嗓子都横了吧？你这个怎么就传一个味儿啊？我就听你一句啊，先报名什么报名啊？学徒王家报王家诸葛亮啊，对，学徒诸葛亮。没多上锅了，您这个啊，没得说，这是两句台词儿啊。山人诸葛亮等候一得仗，啊，山人诸葛亮等候一得仗，山人诸葛亮等候一得仗。你好好说，山人诸葛亮等候一得仗。别赖不溜鸡的，好好说清楚了。山人诸葛亮等候一得仗。走吧，啊！别这就行了，把帽子下掉了。这可不好戴了，我跟你说。戴你干嘛？你扔了就完了吧？这什么倒霉模样？你这来，干嘛呢？你这儿，干五四时期的，一惊一乍的。什么叫一惊一乍？张飞来了，张飞来了，我给你叫人去啊！你顶一下，你等下，你说他打群架啊？不是，你把这卸了行不行？好，这别修紧你。不要乱七八糟的，人家打家伙呀？什么打家伙？打家伙，打家伙，你打家伙不是完了吗？真是讨厌！文国中军长乐后一队长，走啊！哎！小和尚下山了，四三子，你说什么话？什么家伙俩啊？啊！集体疯啊！你早辈集体风啊，闹你啊，早睡集体风不是完了吗？啊，文革中军长乐后一队长，走，集体风啊，集体风啊，集体风，行，他不卖萌吗？我说你们家不是什么意思？集体风就是喊这仨字儿啊，将，早说将啊，这四几六四几吗？这不是什么叫四几六四几？真是文革中军长乐后一队长，走，好水儿啊！行吧，别呛了吧！我洗澡来，我这要把我累死了，你要把我急死了！你让我呛呛的呀！你呛起来不能没完呢！那我呛多少下呢？他不论下，我怎么办？你就呛！我让我到台口直接这儿有个蹦蹦仓啊！哎，蹦蹦仓完了以后有个八呀呀呀呀，然后呢？哎，八呀完了以后转扭子。扛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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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扛
萝卜呀！啊？我才明白，萝卜呀！那你告诉我干嘛呀？不是您都挖干净，我找谁挖去？这佟老师啊，这什么佟老师？直接来，直接来，扛浪进来，你扛浪进来，你扛浪进来，你扛。神州刀痕诸葛亮，啊，李泌大哥过长江，啊，怒气不息保我张狂，啊，扛浪进来，你扛浪进来。快快还我的大雄王，可恼啊！空旷，我恨呐！大仓，空旷，我恨那大大大大大仓，说话呀！那山人送不是什么？宋张飞，他接你回呀、啊，接你回。这说什么有什么呀？说什么有什么？行，不是你得把我累死了，你又快，不是怎么意思啊？三将军，请教老长，不息不息，你与何人之气呀、啊？哟，都唱到这儿了，你干嘛梦游呢？你知道吗？是是是，这我会，这我会。还得来一个，哎，不用，大伙儿再乐乐。行了，行了，何大伙儿，空旷，何不恨呢？大仓，你再说难过去。这事说词儿啊！别废话，赶紧的。啊，三将军急得包粮，怒气不息，你与何人之气呀？先生啊！哎，小大块啊！我就委托你来。啊，你委托我来。嘎嘎嘎！谁理你啊？别唱了。鲜花花干什么呀？都不知道谁送的，六月份还是花店送的，都不知道感谢谁，都是网上的东西观众给贵了。那家花篮都不容易，小当猫送王店俩花篮，放成硕俩花篮，太子党孙妈送王店说俩花篮，海天妇联送陈硕王店俩花篮，战略局忽悠局张清湖送王子店陈硕两花篮，农业金属送王子店陈硕四花篮，酒鬼游魂送王子店陈硕六花篮，裴老师送王子店陈硕十花篮，各十花篮。上海真流氓队驻京办事处送真流氓，还有假流氓队送王子店陈硕各十花篮。贵阳的体寒怎么讲不同？体寒那字不好念。这英文念什么里边不好听的？送王建成座十个花篮，皮面人万岁送王建成座十个花篮，暗影猫送王建成座五个花篮，纯金丽送王建成座十个花篮，环卫局劳模送王建成座，人称王建五花篮，妇联的外甥外挂小可送王建成座五花篮，扎尼妈咪空送王建成座五个花篮。光威内存，光威内有送王子健陈硕十花篮，柯伦博的送王子健陈硕十花篮，茅台什么来，包谷什么来送王子健，大连小超送王子健陈硕二十花篮，国米阵线送王子健十花篮，传奇送王子健陈硕十花篮。黄子健，哎，黄子健啊，黄子健送王子健陈硕十个花篮，胸脯小鬼送王子健陈硕五个花篮，小灯儿送王子健陈硕十个花篮，切糕陈连锁店阿富汗分店，绕不了送王子健五十花篮，舒克和飞腾送硕爷五十花篮，
我是注册不进的。你说不进干嘛呀？我是注册不进送玩意一枝花园，我是外侧不进送玩意一枝花园，要单不进送玩意一枝花园，我就是福建的。水军战尾，水军战尾，牵着水军动物的小队，帮帮大李子、小狼、大头杰、熊猫，送边练队边喊肥的王爷，还亲自上厕所的号板二十八二，什么乱七八糟，幺二。过吧，用吧，来，这一会儿再翻，先收礼物。这对，给你的那个是酒，知道吗？给我的是知识。我忘记说了。史上最强笑话王大全集。嗯，知道你缺什么。看看里头有多少咱俩写的啊？哎，是，这我们这个燕京书画院的咱们这个院长杨奇德先生。哎呦，谢谢。好嘞，谢谢您。这事儿闹的，哎，多不合适！要照这个趋势啊，还得换地儿。换地儿就没事儿，换地儿就给东西，有点出息好不好？谢谢大家，哎，谢谢。这个场地应该是到5:30结束，咱们抓紧时间说，因为已经超时了。是是，人家这个谁啊，东方歌舞团在这儿有民乐，你们有想听的呢，你们自己想办法啊。哎，咱们抓紧时间。其实刚才黄鹤楼啊，我也是身体状况有问题，是没说好，咱们等我好了再找吧。对，好吗？就到这，谢谢大家。哎，对。主要我关心你。对，是、这个刚才我本来说加点新的包袱，是啊，也没有完全的体现出来。哎，比如说有一个那个歪唱那块儿，哎，本来因为我那个北京音乐唱，我演那么些年，我就唱在北京音乐上。是。今天本来想改没改过来，刚才忘了，就是给大家找我一下吧。怎么着？咱们剩下这新的这一块歪唱是吧？哎，应该是啊，主公上马。先又忘了，你现在还是主公上马，先生，有山人把花子胸内放，胸内放。你先倒清楚，我不说一德长，大概都这样。对，因为这歌确实不常听。哎，是。哎，谢谢大伙吧。对，这个说个事儿。哎，说吧。一会儿开车来的朋友，上门口领一张停车票。哎，下去省10块钱。是。哎，我们也是有承诺嘛，送水送停车，是吧？没错。因为票价贵了嘛，其实都含在这里头了。哎，这是。可以鼓掌。谢谢大家，因为开车的人还是少，是主要在贵票区，哎、这玩意儿不敢。谢谢大伙儿、哎，这个也是相声现在不容易。北京出我们俩，还有几位是啊，当然了也不错吧。对，属于我们就是这个不谦虚的说，我们在第一，这个从年纪上啊，从年龄阶段上啊，嚯、哎，我们在第一上。然后当然呢，你看也有几对人家离你不远的。第二、第三、第四，咱直接收徒吧，那就有这么不客气，有不错的，包括天津年轻的，我们希望新一代相声演员都好，不管你怎么骂我都希望你好，是吗？这是一份胸怀，霍家伙，知道吧？不管是谁、啊，当然了，你得卖不出票去啊，那是，我转回来了，对，咱实话实说，包括也有几对年轻的，我们这岁数我看着不错的，是啊，天津，有一位裘文俊，哎，裘先生好啊。真是不错，确实有。哎，人家那个你怎么听就跟30年代的人一样，啊，就这老范儿了是吧？哎，老范儿，特别的地道。对，听着好。但是人家有
时代的包袱。是是。上回我们都去东方卫视录像去嘛？哎，他也去了，不是一节目啊，稍微低端一点一个节目。哟，转人家了。他去了，去那儿以后说了一段，嗯，里头有这个说什么李宇春呐、哎，春哥呀什么呀，完这个。是。完了以后呢，就有一堆这个叫什么玉米啊，哎，粉丝，哎，李宇春的粉丝，春春的粉丝在网上骂他。哎呀，不应该。这个呢，咱们说实在的，相声啊，就是开玩笑。对，并没有真的，他并不是发自内心的认为李宇春就不男不女了。就是，你们不要说，我也说有玉米的话，咱不要这相声开玩笑，咱得开得起玩笑。是是。李宇春大明星，没错，大明星更得有大气魄啊。这倒是，对吧？你得跟我们说相声开得起玩笑啊、哦，对吧？就上他微博骂他去、哎，我就特别不理解，不好。就他那个邱永俊先生那个微博，嗯，我拿着就拿手机。我关注他了吗？是啊，翻着看，爱上他的，搜着看，都是骂他的。我看着我心里特别难受。哎呀，是难受的。要踢开一半小时吧，您这是，您这美着了，可是该踢开走。您这是难受吗？难受啊，难受啥？因为有一个骂他的那个玉米啊，被他的支持者回说了一句啊，回说的太可乐了。说什么呀？是这样啊，骂他的那个玉米呢，但上来是一堆脏话，咱就不学了，这套不来。后头说，后头说，你说春春不是女生，嗯，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春春不只是女生，嗯，还是超级女生。对呀，她是超女，超女冠军，超女，你凭什么？凭什么说的不是女生？对。然后他的支持者回了一条，给我乐喷了。说的什么？超人是人吗？啊，就这。好。我替我同志说一句吧，真可怜，这叫病，看不明白吗？打这就这么样坚持的，就希望您今天来给他鼓个掌。之魂送全体诗花园，谢谢。光威内屯送全体诗花园，金国小鬼送全体五花园，胡同树送全体诗花园，老虎送全体两花园，大嘴唇戴伟大二姐魏二姨，要不然谁来了要不了的，送全体诗花园，叮叮当当送全体诗花园，上海真正王胡同万寿送朱二刚的对外二十花园，大九新帝国分二送全体六花园，茂身棒槌送资深棒槌送全体四花园，资深棒槌替不能来的小贝送全体六花园，朱二宽强人之体，天龙家比送全体十五花园，飞步送全体二十花园，你是我拿我的。这司令有人没人，有人没人，有人没人在手机。哲学家小公公同款，不是普通的二，哎呦，不是普通的二，什么二？送全体二十花园啊！哎呦，大九天帝国，啊，这个。妇联送马七两花园，大九天帝国松茂送马七两花园，爱猫送马七五花园，小张们送松茂两花六七花，送点。那水军送三一十花园，这回又赔了，送三一花园，鼓掌上花园送三一花园，翻场谢花园送三一花园。这个我真没听过，送三一花园。我来一个啊。卖什么李什么春的，我就不听说过男女的。我们不听现代歌曲，我们听老的歌曲。我最崇拜的就三个人，一是我得叫姨的那个周璇，这好；一就是我得叫小姐的邓丽君，这都死了。啊，还有姚丽，还有一个进的蔡琴，这我都想听，我接受不了。但是我也有那个什么艺人的活动啊，那俩字不好说啊。拜拜。听邓丽君说很苦啊，你们现在能听吗？我那时候得托人弄线，从海外弄个盒带，盯着背我听，不然反正那个就偷听邓丽君小姐，我也学爱听。我说邓丽君什么味儿？就托人弄线，找着那琴去了。结果有一位网友，不是网友，是台湾的朋友，海外的送一邓丽君那盒那个相片。哎呀，你还讲真的呢？当然他不是十成十的美人，他一唱呢就十成美了，不唱七成美，稍微有点小人，那个小鸟依人依着他一点，其他小圆脸，哎，眼睛那个使劲儿，一看就受不了，再听声音更受不了。我就打电话，我说有一曲艺叫吴兆南，他说这样的，我能点弄点邓丽君的那个都行。他说邓小姐开宴会时常送东西，
有时候看他唱唱就小唱这有时候说这个放心，只要黑人们我给您带。我说好，我等着。结果有一天电视里啊，太阳剃过来挺贵的，一个方夹子。我打一看呢，有一只高银，银色的，我还有质保啊。这从晚上好好看，晚上把灯光暗了，一小黄灯，打开录音，打开录音，这吹他就是，打开一唱好听了，我拿着拖着听，不知道为了什么。好。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起，我去哪快赶走爱的寂寞，那一天你对我噔儿电铃响，喂，赵丹先生，马先生，接到多少钱了吗？接到了，拿错了，那是我姥姥的。对，改成礼拜天了。这儿上电视啊，这儿上电视。来说钱。